就無論你個 support 係有幾多都好，喺我能力範圍仲負擔到嘅話咧，咁我都會俾呢個節目繼續走落去。喺我能力範圍仲負擔到嘅話咧，咁我都會俾呢個節目繼續走落去。咁我都會俾呢個節目繼續走落去。老實講，我搞一次團賣得個兩三層樓，我搞一次 seminar 賣喺香港買搞一次 seminar 我賣幾十層樓。喺我能力範圍仲負擔到嘅話咧，咁我都會俾呢個節目繼續走落去。喺香港買搞一次 seminar 我賣幾十層樓啦。喺我能力範圍仲負擔到嘅話咧，咁我都會俾呢個節目繼續走落去。咁我都會俾呢個節目繼續走落去。